蜜蜂是一种非常迷人的生物，原因有如下几个：它们有难以置信的工作准则，它们能酿造含糖的甜浆，以及它们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。然而，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：蜜蜂是出色的数学家。科学家们声称，这些小虫子们能计算角度，甚至意识到地球是圆的。不过，蜜蜂还有一个特殊的数学天赋，这也是蜜蜂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方面——蜂巢，就像人类一样。 蜜蜂也需要食物和居所来维持生存。蜂巢不仅仅是蜜蜂们的家，还是它们贮藏蜂蜜的地方，因为这是生存的核心。蜜蜂们不得不让蜂巢的建筑设计完美无瑕。如果你考虑蜂房的任何一处，你会发现它是由紧凑的六角或六边小巢室构成的。在所有可能的设计里，为什么蜜蜂们要选择这个呢？为了找到答案，你必须要像一只蜜蜂一样去思考。 蜜蜂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支撑整个群体的生活。同样，它们需要一个地方，使它们的花蜜可以适宜地贮藏起来，并且成熟，直到变成蜂蜜。那意味着有效利用空间的重要性。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是建造小的贮藏单元或者小巢室，仅仅能让一只蜜蜂,蜂进出就足够了。它同时还可以充当贮藏花蜜的容器，蜜蜂们自己的蜂蜜罐子。接下来的事情是决定这些小巢室应该用什么来建造。 蜜蜂们没有喙或者手臂来拿起物品，但是它们有能力生产蜂蜡。问题是，生产蜂蜡是一项繁重的工作，蜜蜂们不得不消耗八盎司蜂蜜来生产仅一盎司的蜂蜡，所以它们不想浪费。因此，它们需要一个贮藏最大量蜂蜜的设计，同时只用最少的蜂蜡。那是什么形状呢？想象一下，所有的蜜蜂不得不去建筑学院上数学课。 让我们假设他们问几何老师，哪种形状可以给我们最大的空间来贮藏我们的蜂蜜，但是只需要最少量的蜂蜡呢？然后几何老师回答道：“你们寻找的形状是圆形。”离开的蜜蜂们回到他们自己的试验基地，开始用一个个的圆形小巢室来建造他们的蜂房。不一会儿，一些蜜蜂可能发现了他们的设计上的一个问题：小巢室之间的小缝隙，我们甚至不能进出那儿了。那样是浪费空间。他们可能会这样想。 所以忽略几何课，他们决定自己处理这个问题。这些蜜蜂们回到画板上重新思考蜂巢的设计。有一只蜜蜂建议用三角形，我们可以用三角形，看三角形之间匹配的很完美。另一只蜜蜂建议用正方形。最后，第三只蜜蜂高声说道：“五边形好像不行，但是六边形可以。我们需要的形状使用最少量的蜂蜡，并且可以贮藏最大量的蜂蜜。是的，我认为那是六边形。为什么？” 它比其他形状看起来更像圆形，但是我们怎么能确定呢？为了找到答案，勤劳的昆虫建筑师们计算了三角形、正方形和六边形的面积。他们发现，事实上六边形可以提供最多的贮藏空间。他们同意用这个完美的形状，并且重新回到工作中。如今，这个有效利用空间的蜂房是蜜蜂的标志。这可能是不断尝试和更正的结果，而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，蜜蜂取得了成功。 观察一下任何一个蜂巢，当然要带上你的护目镜和网状面罩。你会看到最终的结果：一个美丽且紧实的蜂房，任何一个建筑师都将引以为傲的设计。想要继续学习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满足自己的求知欲。